你喜欢的兄弟女儿答应做你一天女朋友。你想干嘛？快点啊！我10点之前就得到家。啊，10点之前到家是吗？没事儿，现在才6点半，还有3个半小时，够用了。那走吧。哎，不是啊，男女处对象，那不应该拉手吗？都。行，给你。哎，副市长，完了，我买票看错日期了。那再买一张呗。不，再买一张多浪费呀。那咋办？那干点别的。不是，那处对象不就得看电影吗？哎，那你去我家呗，我家电视挺大的，完房间还隔音啥的。需要啥隔音呢？不是，那你看电影不讲究沉浸式吗？放大点声，电视啥的，完也不怕吵着邻居，对不？行，走吧。副市长，你先。哎，副市长，你这穿的啥呀？里边啊？你之前不是想看的吗？那人家都穿外边，你穿里边，我咋看啊？那我不管。行，不管是吧？你要看什么？你快点看。行，那我抓紧。哎，你变态呀！你不说的吗？我想看啥，还抓紧看吗？电影，我说抓你看电影啊！副市长，我能搂你一下吗？啥？你能搂你一下吗？虽然说你当我一天女朋友，我和你礼貌一点，没问题。喂吧，对呀，10点之前回家。啊？12点了，行了，我现在赶紧回去。叔，现在到底几点了？叔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不合计你做我一天女朋友吗？然后我就把手机时间给调了。我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你别生气，夫人。叔，没有必要一天之内把事都做了。啥意思啊，夫人？